哦，对 ，OK， 谢谢。OK， 酱烧鲷鱼。我们家中午啊、哦，等一下，这是两个部位啊，有白虾、烟熏鲑鱼，看起来蛮油的，不错。虾子，饭店的优格，甜点，甜点好像看什么名啊？我们今天到洛可可茶院，就在建国高架旁边。这大厅门口。OK， 我们今天来吃这个汉普顿酒店的洛可可。啊、哦，我们今天呢用餐呢是原价1518，我们买到一张餐券，啊、哦，783。对对。C7。谢谢。哦，有鲑鱼耶，尾鱼、旗鱼、黄金鱼。哦，这里有握寿，这个是那种鸭寿司。哦，对 ，OK， 谢谢。花枝、taco、玉子烧，哎，他们的 size 还不错。然后那个虾子，这个是那个鲷鱼。哦 ，OK， 谢谢。酱烧鲷鱼。你这个全部都自己烧吗？没有没有，有一些有自烧的。牛排，哦，炉烤牛排。我以为自烧的，我像巨犬的感觉啦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是两个部位啊。蛤蜊看起来不错，有白虾 ，OK， 水是凤螺，这里有烟熏鲑鱼，综合 cheese， 综合 cheese， 右边的我常吃，这个我还蛮常吃，烟熏鲑鱼看起来蛮油的，不错，综合冷肉，没有沙拉。生菜的部分，来，好酷哦！可以自己打果汁，梨子哦，还有什么石莲、往来，哦，还有梨子，寿司上面的料还不错，以尾鱼跟鲑鱼卵为主。然后这里有寿司、加州，那个不知道是蟹肉还是什么，有日式的面、中式药膳鸡汤、药膳鸡、奶油巧达浓汤，很浓哦，还蛮厚的哈、哦，看起来不错，这么酷啊！猪肉的咖喱，这是绿咖喱鸡、红咖喱牛肉，哦，虾子，这个是鲈鱼哦，南洋风味的炒面，可口可乐 ，ice cream 里面有加冰，饭店的优格，以前福华也有，结果。中华豆花、甜爱玉啊，柳橙汁、苹果汁，这个有马德莲、瑞士卷、提拉米苏的抹茶、
这里有主厨披萨。哦，你到那里。这后面还有座位区，后面的座位区在这里。这里比较热一点。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点的东西啊。它呢，1518是原价，783是我们今天吃的价钱。好，然后呢，每个人有一个主餐，我们是点龙虾。好，当然龙虾一定是冷冻的嘛，但是呢，我们看一下 ，size 也不错啊。我们家中午啊，783有鲑鱼生鱼片，鲑鱼生鱼片。哦，炉烤牛排，刚吃过，蛮好吃的。哦，油脂比例还不错。还有白虾，这白虾还蛮大只，还不错。嗯，很有名的这个握寿司跟炙烧握寿司。哦，比目鱼。还有比目鱼，还有螺、蛤蜊，还有烟熏鲑鱼。对，那我们就开始吃了哈。最高寿司。还可以的，试一下啊。这个应该是鲷鱼还是比目鱼？这才是比目鱼，目鱼不错吃，各位推荐。没有裙边那么油，但是比目鱼不错吃。斩寿司的料蛮多的，鲑鱼部分不错，这已经被我插口。龙虾，这龙虾，来，龙虾，各位来，我们开始吃我们的。这个主餐哈，这才是主餐啊！来，它这里都是嫩鱼的熟食，很多都是南洋风味的。来，它的馅料很饱满，红咖喱牛，牛肉调味不错。然后这个是绿咖喱鸡，绿咖喱鸡的调味还好，但鸡肉的肉质还不错。再是柠檬鱼之类的，肉质细腻，但是。没有入味，嗯，但是肉质细腻，不错。虾子吃饭，蛮新鲜的，不错。难道上面有鲑鱼卵的这个？吃过，这是鸭寿司啊，还不错，还吃到一点油脂，好吃。看寿司吧。是我吃过饭店里面第一或第二好，炙烧的 cheese 虾还不错，是鲷鱼，另外一个是比目鱼，加我们社团里面 FB 社团里面大家最 care 的鲑鱼，先吃比较不油的，哦，油的要最后吃，鲑鱼两片一起吃。筋膜就处理得很好，它熟成时间比较，可能比别人多了一两天。啊，要一次三片，两片一次两片，真油啊，不错，就是油，这个部位特别油。鲑鱼哈，就好像那个牛肉中的那个雪花牛啊，你怎么吃都是油脂。就还蛮好吃，对。哎，看烟熏鲑鱼还不错。哥吗？这哥吗？太哥了，没有人。安cheese，各位说一下。来，这个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饱满？鲜味。凤螺，哎，拉出来了。有点料酒的味道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个凤梨好大只。那吃了这个12，好吧？来，白虾，好吃，不错的白虾。来，他们牛肉，很不错的，牛肉的香味很够。要不要再加酱？蘸酱，棒。这个他们家的酱很好吃，然后跟他们这个也很好吃。来，我们来打果汁哦，各位。要退火哦，我们退火的。来退火。这个是第一啊。
凤梨多一点，怎么可以？好、啊、不行啊，不是啊，请问你们，果汁，喝喝看，没办法，来看一下啊。下面一点啊。OK， 他们家也有这个台啤金牌的，喝到饱，来。先来一个马德莲，马德莲。这个气死了。嗯。来。这个是不知道怎么动，还被。茶冻，这是绿茶冻哦。这个 ending 啊，今天就吃完这间洛可可。如果以七八三的价格来吃的话，我可以跟各位说，我觉得很划算。牛肉部位挺好的，鲑鱼的部位也挺好的，尾鱼处理也不错。然后其他东西其实品质上不差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